什么时候不会打起来了吧？不用担心，只有少主欺负别人，哪有人能欺负他呀？嗯。石杰，这里，来来来来，你先蹲着蹲着，那边出事了。哎，你往这边一躲，我就告诉你说，啪，这么一挡，我告诉你，绝对没有。我不见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见你。 是麒麟王族，这哦，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麒麟之血，至刚至阳，可御万物。王族之血无比珍贵，难以再生。 那一天，我见到了神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了。你等着我啊，一会儿回来带你吃好吃的。是你吗？都是恶的。 你醒了，哎，你伤势未愈，严重！你们都是恶的，都是恶的。 那你就让他把我杀了吧！你出来！你毁我双亲，灭我全家，我念咒此生必杀光灵族。我以麒麟王族的血脉。 向你郑重承诺，一定会找到那个浪灵，化解你心头恨意。万灵珠呢？之前明明看到了。 你在干嘛？我看你半晌没醒，有点担心你，所以看看你心脏有没有事儿。那个，你那天失去意识以后，忽然浑身发光，气息也与平日不同，吓跑了狼灵，那么厉害，那什么本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 自从被那妖狼所伤之后，我便成了这样。师父精通药理，说我可能是被妖狼感染，变成了极寒之体。之后，每当我情绪失控的时候，就会力量倍增，然后失去意识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当宿主的情绪剧烈波动时，万灵珠就会显现。而且我每次醒来之后。 就会变得异常虚弱。当然了，人类使用万灵珠的力量可是会消耗生命力的，只是虚弱，算你命大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是那个狼灵放了什么灵族的东西在你的体内，所以你才会这样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算挖心刨肝，也把它拿出来丢掉。 不至于啊，不是。
来，喝水。那日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也就敏感于心，也就对天发誓，今后定报答吉祥姑娘。好吃的庆祝一下吧。我不饿啊。哎呀，这小玩意儿，脾气大，性子烈，还什么泡干挖鲜，我杀也杀不了，我驱也驱不出，我说也说不了，哎，怎么办呀？没想到，说不定今天。少说风凉话，快想办法。那个为今之计只有一法，快说。静观其变。废话。此次拔除灵族据点任务彻底失败，所有灵族全部逃脱，无靠我是通过，但是为师看到了你们的团结努力以及面对灵族时临危不惧的精神，所以为师决定各位你们都合格了。好好好，真是人脸两张皮，咋说都行。看这家伙不太顺眼，迟早我们揍他。另外，为师发现吉祥天赋异禀，打算收他为关门弟子，单独教导。